大家好，我是艾波，今天我来为您读《大学》的第九章。诗云：“因之为丧师，克配上帝，一见于因，俊命不易。道德重则德国，失重则失国。是故君子先胜乎德。”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。外本内末，争名失夺。是故财聚则名散，财散则名聚。是故言备而出者，亦备而入；或备而入者，亦备而出。康告曰：“唯命不与常，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”楚书曰：“楚国无以为宝，唯善以为宝。”就范曰：“亡人无以为宝，人亲以为宝。”好，今天的读诵到此结束，咱们明天再见。